次咧，喺香港嘅 K-pop fans 就有福啦，因为咧喺香港开咗第一间嘅韩式卡拉 OK， 入边有超多韩文歌啦，同埋有 MV 睇添。作为 K-pop fans 嘅你咧，一定要过嚟呢度玩下。K-pop fans 入到去可以斋唱一首歌，或者系 book 一间大房同 friend 唱 K。呢度总共有12间房，分为大、中、细，即刻同大家介绍下大房先。노래책을이용한방법이있습니다그래서이거같은경우는여기번호가나와있는그냥번호만입력해가지고시작을누르면되고요그리고가수를찾으시고싶으면이제가수를눌러주시고예를들자면이제방탄소년단을찾고싶으시면은이제일명 BTS 가자